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q u o d o n 这个句型的接续。接续呢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为什么呢？因为这 q 多 o d o n 的 q 多 o 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名词那个事情的 q 多 o 演变过来的。那么也既然它是名词的话呢，前面不管什么词在接续它的时候就一句话，对吧？怎么接名词怎么接上 q 多 o d o n 就可以了。咱们来看一下，如果是阴形容词的话是原形加 “quodoni”，然、呃、后形容词是 n a 多尼 o d o n 而动词呢是它的简体过去时它形加 q u o d o n 这个形式。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形容词或者动词都能够放在括多尼之前。哪些词呢？往往是表示感情、情感的词啊，动词也好，形容词也好，放在括多尼之前，它表示什么含义呢？它表示啊，我把对一件事情的这种情感先论述出来。好、啊，什么意思呢？其实很简单，大家只要记住了，翻译成中文就是令人感到什么什么的事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啊，第一句。

感情呢，先论述出来，就变成了于联系过多尼这个形式。那么翻译成中文呢，就翻译成令人感到非常开心的是，儿子获胜了。好、啊、再比如说，让人觉得无法容忍、无地自容的事呢，这次期末考试成绩太差了。啊，再比如说。 残念なことに、風邪をひいて社員旅行に行けなくなった。残念なことに、風邪をひいて社員旅行に行けなくなった。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因为感冒了、所以不能去参加员工旅行。あ再比如ば、驚いたことに鈴木先輩が視点に転勤になったそうだ。驚いたことに鈴木先輩が視点に転勤になったそうだ。 啊，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啊，听说铃木前辈要被转派到分店去工作了。好，所以再强调一下，kodoni 表示令人感到什么什么的事这个、就是、含义。好，下面看一下 n i s h i k a t e 那这个句型。那么这个句型首先看一下接续，接续的话有两种情况，名词可以直接加上 n i s h i k a t 除此之外呢，动词也可以用它的原型直接加 n i s h i k a t 那我刚刚说这个 ni s t a g a t 这个曲线，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实际上我们在之前也提到过，它就和我们之前学习的包括了 ni z 的 e de ni tomo na de to tomo n 啊，这些意思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也就是随着前项的变化，后项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啊，所以在之前我就提醒过各位同学，大家要把这四个随着放在一起去记忆。那实际上我们中级学了这四个随着之后呢，以后进入高级阶段也没有新的随着要学习了啊，也就是这四个了。再强调一下，除了今天的 ni s t a k a t 之外，还有三个我们在之前之前已经都学过了。第一个学习是 ni tomonate，之后学习了又学习了 ni z r e t e 又学习了 to tomoni 啊这些形式。那么一定要说它们的区别，其实很少。 你要区分它们区别，这种情况一定要说的话呢，那么或许にしたがっ它更加强调一种因果关系，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那实际上把四个放在一起记，一般来说在随着这个行业情况下，你要互换问题是不是很大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一句：人間の体は加齢に従ってさまざまな化現象を引き起こす。人間の体は加齢に従って なを引き起こす人类的身体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各种老龄化现象。啊，再比如说，インターネットの普及に従ってネットビジネスが盛んになっている。インターネットの普及に従ってネットビジネスが盛んになっている。啊、随着英特网的普及呢，那么网上的这种商务呢，变得越来越繁盛了。啊，再比如说。 調査を進めるに従って、新事実が次々と発見された。調査を進めるに従って、新事実が次々と発見された。なので、<music> 那么随着、調査の推進、新的事実が不断で被发现当中看下面个例句。大学入学試験が近づくに従って、緊張は高まる一方だ。 大学入学試験が近づく考试的临近，越来越紧张了，学学越越张了这样的含义。所以したがって的第一个用法呢，也就是随着前项的变化，后项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再强调一下，请各位同学把四个随着、啊、放在一起去记忆一下。那么这里呢，还要再给大家介绍 a たがって第二个用法。那么实际上第二用法啊。 就是大概语这个词本身的用法，大家知道大概语它如果写汉字的话，就写从，它是一个自动词。 是服从、遵从的意思。那么作为自动词，a 概语它前面自然就不可能搭配宾语的我，它搭配是格助词 ni，对吧？就是服从什么、遵从什么。在这里呢，我们用名词加上 ni 大概的这个中顿形式呢，它表示服从前项的命令、指示啊，或者遵从他的安排去做后面这个动作这样的含义。所以第二用法就是大概服从这个词本身的含义而已。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啊，第一句。 組織においては、上司の命令に従って行動すべきだ。組織においては、上司の命令に従って行動すべきだ。在一个组织当中呢、我们必須、我们应该、服从上司的命令来行動。あ、下面。交通,交通規則に従って、安全運転を心が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交通規則に従って安全運転を心が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我們必須要守遵守交通 We 安全 l l 再比如 w 新しい法令に従って10月1日から公共施設では全面禁煙となる。新しい法令に従って10月1日から公共施設では全面禁煙となる。でも 遵从，根据这个新的法令，从十月一号开始呢，公共公共场所要全面禁烟。好，所以 n i s h i a t a 的两个用法我们都讲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teva 的用法。那么我们在第三册啊曾经曾经学习过 teva，或者呢。 deva 它用来表示假定条件，也就是翻译成中文是“如果怎么怎么的话”这个含义。当然，我们当时也讲过，你要用 deva 或者 deva 的话呢，它表示假定条件情况下，它往往是用在形容一个不太好的事情上，对吧？比如说，could I calculate 昏暗的 deva？你一直在，如果你一直在一个很昏暗的环环境当中看书的话呢，眼睛会变坏的哦。今天啊，这个 deva 呢和假定的情况没有关系。 今天 t e v 呢，它是表示动作的反复、重复出现，什么意思？前面有一个动作，后面又有一个动作，它表示的是做了动作一之后就做动作二，做完动作二再做动作一，这个动作一和动作二不断的反复交替进行、交替出现这个含义。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大家就知道了。我说那一空を飛んでいる飛行機を見ては喜んだ。 那么大家会发现在这里的话，前后是两个动词，那两个动词呢？一个是看到飞机；后面一个动词呢是喜ろ很高兴。所以呢，我的小时候处在一个怎样状态下？两个动作，看飞机，看完飞机之后呢，我就很高兴。很高兴之后呢，我会再看到下一架飞机，看到下一架飞机之后呢，又很高兴，这、就、个、是、看飞机高兴，不断的交替出现这个含义。那再比如说。 週末になると、娘は外出しては新しい洋服を買ってくる。週末になると、娘は外出しては新しい洋服を買ってくる。なの一到周末ね、我的女儿就处在两个動作の反复当中、外出、买衣服。再外出、再买衣服。又外出、又买衣服。这样的一个交替出现下面。近所のおばさんは私に会っては子供の自慢話をする。 店长のおばさんは私に会っては子供の自慢話をする。这个附近那个阿姨啊，她每次见到我，她一见到我就要自夸她的小孩，再见我再夸她小孩，见我夸她小孩，反复交替出现，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么这个 teva 表示两个动作反复交替进行交替出现的这个含义情况下，除了像我们刚才的三个例句，动作一 teva 动作二这一个情之外呢，有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teva teva。 这个可以重复一遍，那么重复一遍的时候呢，也有两种情况。首先，第一种，我就完全单纯的重复，那么就像刚才说的，动作一，对吧动作二之后呢，逗号，再加一遍动作一，对吧动作二，意思不改变，还是表示一和二这两个动作交替反复出现的意思。还有一种情况呢，在我重复的时候啊，我把这个动作一和动作二的顺序呢。 颠倒一下，但实际上呢，意思是没有改变的。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啊，第一句：宿題の作文は書いては消し書いては消しでなかなか進まない。宿題の作文は書いては消し書いては消し,しの啊，書いては消しでなかなか進まない。这个作作业的作文啊，写了擦擦了再写，写了再擦擦了再这个反复，怎么样也向前推进不了。 例えば、说雨が降っては闇、やんではまた降ってきて、鬱陶しい天気だ。雨が降っては闇、やんではまた降ってきて、鬱陶しい天気だ。とい天気雨言下が停停了下、下が停停了下、そして让人に湯気の天気。さ食べてはね、寝ては食べるという生活を続ければ、太るに決まっている。食べてはね、寝ては 食べいうるいる如果你持续这个吃了睡睡了吃吃了睡睡了吃这个生活的话呢，那一定会发胖的啊这样的意思。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剧情 Tobacchini。那么 Tobacchini 这个剧情啊，首先看一下接续，接续的话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 To 这个 To 呢，实际上它 就是我们在初级学习的表示具体引用内容那个托，所以呢，它前面啊就跟我们说的什么ナイ托ナトイマスター、ナインナトオ的继续是一样的。名字可以直接加，加词的话用它的简体中止型、简体结句的小句形式去加上托巴克林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形式啊，除了托巴克林之外呢，还有它的展开的形式叫做托イ万巴克林。 它展开形式是 o 一万巴克林，或者我们倒过来说，我们现在多巴克林实际上是 to 一万巴克利你的一个缩略形式。这个句型表示什么意思呢？它表示虽然没有宣之于口，这个话它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呢，从它的表情或者它的动作神态，我可以看出来它就是这个意思。啊。 再強調一下話す有潤出口吧但是さん的表情、神体と作こ看は、我知は他就是致しています。例えば、d j d e p a の夏のールが始まると、シューフは、この時とばかりにいっぱい買い込んだデパートの夏のールが始まると、シューフは、この時とばかりにいっぱい買い込んだンダ。这个 百货商店的夏令用品打折活动一开始啊，主妇们呢就买了很多很多。他们虽然没有把这个话说出来吧，但是我从他们的这个神态动作上，我就看出来他们的意思就是 “kono toki da”，就在此时了，此时不买更待何时这样的含义。再比如说， 議論が続く中、彼女は私には関係ないとばかりに席を立て出て行った。啊、在議論的不断的推进过程当中呢，他站起来就走出去了。他走出去，虽然那个话没有说出口吧，但是我们从他的动作上和神态上，我就看出来他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啊，但是沒有關係，奶這個、事情和我无关再比如说松田さんは待っていたとばかりに自分の息をのび始めた。 マツさんはマッデタとバクリに自分の意見を述べ始めた。这个松田呢，他开始论述自己的意见了。他处在一个怎样的状态下呢？处在一个虽然没有把这话说出来吧，但他的意思就是哎呀，我我可等了很等了很久了，总算轮轮轮到我说了，这样一种含义啊。再比如说、社長は、誰一人とバクリにドアを指指指した。社長 u b i s a sta。社长呢，他指了一下门。他虽然没有宣之于口吧，他的意思就是什么？给我滚，对吧？这样的含义。所以 t o b a k i n 我们再强调一下啊，它就是 t o b i v a 的一个缩略形式。虽然这话没有说出口，但他的动作、神态、表情告诉我，他就是这个意思。好，下面一个句型，hangman。那么首先，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 hangman 本身就把它当做一个。 名词来使用的，所以呢，一句话怎么接名词？叫行面，对吧？名词的话 n o 或者 det 的形式叫它行面。一形容词原形，那形容词 t 或者 det 的形式叫行面。而动词呢，用它的简体终止形叫它行面。那么行面除了写反面之外呢，它有的时候可以写半面，意思是一样的啊。这个时候啊。 大家可以在 h a n g a n 这个句型旁边写上约等号，它就和我们之前学习的一波“一 o 一破”的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怎么样，另一方面怎么样啊？翻译成中文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含义。但是啊 h a n g a n 它和“一破”的之间毕竟只是约等号，它们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我们曾经讲“一破”的表示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时候，曾经强调过一个问题，就是这两方面无所谓好坏。 可能两方面都好，也可能两方面都坏，也可能两方面一好一坏。但是“はう它一般来说只用在一好一坏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比较好的，另一方面是比较坏的。好，我们来看例句。例句：田中課長は普沙は優しいはうめ、怒ると怖い。田中課長は普段は沙しいはうめ、怒ると怖い。 田中科长，一方面呢平时非常温柔，另一方面他生气起来可是非常恐怖的。再比如，新発売のこの薬はよく聞く反面副作用も強新らしい。新発新発売のこのこの薬はよく聞く反面副作用も強いらしい。啊，新发售的、新销售的这个药呢？ 好的一方面，一方面它非常有效果，一方面呢，它副作用好像也很强。再比如说，妹は活発で好奇心が旺盛な面、面妹は活発で好奇心が旺盛な面、面妹妹呢，她一方面很活泼，好奇心很旺盛，另一方面呢，也很任性。好、啊，再比如说。 現代の人々の生活は豊かになった。その反面人と人のつながりが薄くなったような気がする。現代の人々の生活は豊かになった。その反面人と人のつながりが薄くなったような気がする。那麼現代の人的生活は、變得富裕了。這是好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感觉人和人之間の貫禄は、賢い。好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有不好的一方面。 好，再看一下モノナダ这个句型。モノナダ这个句型啊，首先我们来观察一下啊，从大的逻辑上来讲，大家会发现它既然带有了 nada 这个表达形式的话，那它一定翻译成如果怎么怎么的话，换句话说，它是表示假定含义的假定表现这个句型，这一点是肯定不会错的。所以モノナダ它一定是假定条件、假设的。那么它的特色在哪里呢？它的特色啊？ 有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呢，不仅含义不同，它前面的接续也是不一样的。第一种情况，如果 a ナ a 它前面跟的是动词的可能态，啊，动词的可能态加 a ナ a 的话，它表示如果能够做到前面这个动作的话呢，我也蛮想做做看的，或者说也请你去做做看吧这样的含义。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它都暗含着前面这个动作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比如说。 できるものなら、鳥になって彼の元に帰りたい。できるものなら、鳥になって彼の元に帰りたい。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呢我想变成一只小鸟飞回他的身边。但是暗含着这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例えば、一人でやれるものなら、やってごらん。一人でやれるものなら、やってごらん。如果一个人能,做能够做到的话呢那就请你做做看。 好例えばねえ、みんなと一緒に海に行こう。おも大家一起去海遍吧。僕も行けるもなら行きたいんだけど、今日はどうしてもダメなんだ。僕も行けるもなら行きたいんだけど、今日はどうしてもダメなんだ。我呢、也是如果能去的な我真的很想去但是今天、無論如何也、去不了。这样的含义好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从形式上来说呢，这个莫奈タ它前面不再跟动词可能态了，而跟的是动词的意志型。那么动词的意志型加上莫奈タ的话，它表示什么呢？表示如果发生了前面这个动作，或者如果你做了前面这个动作的话，那么就完蛋了。怎么个完蛋的方式方法，你就在莫奈タ的后面。啊，我们来看下例句，比如说、ハハの作った料理がまずいというモ 母の作った料理がまずいと言うものなら、もう二度と作ってもらえない。如果我要是说、ママ做的菜很難吃的话我要是做了这个动作、った料完了、怎么完了呢他就不会再给我做菜了。例えば、約束の時間に少しでも遅れうものなら、彼女は怒って帰ってしまう。 約束の時間に少しでも遅れようものなら彼女は怒って帰ってしまう。如果我,我稍微晚到了一点で这个约定的時間的に他就一定会生气、然后就彻底回避了。例えば、この機械の操作は大変だ。少しでも油断しようものなら、事故を起こしかねない。この機械の操作は大変だ。少しでも油断しようものなら、事故を起こしかねない。 这个机器的操作非常的不容易啊，你稍微的一不留神就可能引发事故，这样的意思。所以 m o n o 两个用法，两种接续，大家要对应起来啊，不同的要、啊、区分使用。好，那么第十二课的文法呢，讲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下一讲我们将进入第十二课课文的学习。